第十六题，阿文在笔直的道路上向东慢跑，右图是他在时间零到十秒的位置 x 与时间 t 的关系图。若阿文在十秒后仍向东跑步，但速率逐渐变慢，则当 t 等于15秒时，他可能到达图上哪一点所表示的位置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如图所示，他跑得一样快的话，他再到第15秒的时候，应该会跑到乙的位置。他如果跑得会比较快，就会到达甲；跑得比较慢，就可能到达丙。那为什么不可能到达丁呢？因为到丁，他就等于是回头了，他被人往西再跑了。那他前面说过，他一直都持续向东跑，所以他并没有回头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呢是不可能选的是丁。那变慢呢，应该是跑道的可能位置是丙。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他可能到达图上哪一点所表示的位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丙。